首歌叫什么歌曲？ Bang Bang， 不是大便啊， Bang Bang、哦、这首歌呢重新改编的，也是现场观众的点歌、哦、那演奏起来呢非常有这个在这个沙滩上呢一起热舞的这种感觉、哦、那今天也有带来一首叫做兰巴达，年巴达、哦、是我们萧董事长的点歌，我等一下为他来演奏。那现在这个时间呢，我们来演奏一首酒醉的探戈。那这首歌曲呢不是探戈的舞步啦，因为那时候呢听这个我们舞蹈老师点歌，结果学错手了。那但是呢从中呢得到这个惊喜，觉得这首歌也蛮好听的，就给他安排在现场演奏，也两三个礼拜没吹了，来跟大家分享酒醉的探戈。谢谢，来自动力火车的歌曲，谢谢。
好不好？探狗哈。跳一段酒醉的探狗。哦，这首歌好像啊，那醉茫茫一种尴尬啊，这种感觉啊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九点我们来一首新歌好了哈，也是呢开场所介绍的，最近呢最火红的歌曲，来自王心凌的歌曲，叫做什么？爱你哈，叫做爱你哈，这是什么？登上那个什么大陆不是有一个节目哈，然后呢就非常火红，然后有朋友就跟我说呢，叫我可以用唱的唱这首歌，但是没办法唱不上去啊，所以呢只用吹的。来为大家呢演奏呢今天呢的其中一首新歌哈，是王心凌老师的歌曲，叫做《爱你》，来跟大家分享，咱们掌声鼓励一下啦哈。好，那重新改编的这个伴奏，大家听听看，就结合了一首歌，大家猜猜看是什么歌曲？歌曲《爱你》哦，这个老师，这个是什么舞步啊？怎么好多朋友，好多朋友都一起来跳了哈、哦？伦巴，伦巴哈，吉鲁巴，拍谁盖小吊椅哈？吉鲁巴，不是伦巴哈？哦，不上啥、啊？吉鲁巴，有人点什么？台语的伦巴是啥物歌曲？有朋友？伦巴的歌曲，这位朋友点歌的朋友